要让长辈能够像小朋友一样，白天可以获得专业的照顾和生活规划，政府就广设了公共托老中心，包括了地处偏远的石碇，现在也都有托老中心的设置咯。石碇托老中心的收托人数并不多，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预防照顾的观念不足。但其实在石碇托老中心内，不仅活动多元丰富，还运用了和幼儿园同栋楼的优势，让老人家和小朋友可以共融共学。马上透过我们的镜头，带观众朋友一起去看看偏乡长照的情况。一大早的石碇丰子林大楼传出了小朋友同志歌声，这是石碇托老中心老幼共融的时间，和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周一到周五这群老人家就会来到日托中心，由中心安排各项活动和课程，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长辈能在专业人员的照顾下延缓老化，维持身体机能。我们很多石碇的长辈其实他们年纪都很大，那当他们年纪就是行动力还可以的时候，他们会去种田，他们会到田里去做一些就是他们那些劳务的活动，可是等到他们真正就是退化了，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劳务的活动的时候，他们自己在家里面的活动能力是降低很多，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到日托来这边其实可以维持他们日间的活动。目前唯有老吾老基金会办理的石碇托老中心，不同于都会区爆满的状况，这里收托的长辈人数并不多，最主要原因除了和区域性有关，再来就是存在着哎当叮当为什么要让人家顾的观念。他们的观念还停在说我必要好你狗，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等到生病的时候我才需要，这种预防医学的观念他们还不够，然后政府可能在这一块方面我们的宣导要更多。我们不一定是要失能才到来到我们日托，我们希望每个长辈来这里可以找到维护他的健康的一个活动，维护他人际互动的一个脉络，我们希望在这边能够让他们找到最基本的一个社会互动的元素。其实托老并非只是让人照顾，更重要的是给予关怀互动以及良好的生活规划，像是运用和幼儿园同一栋大楼的特色，安排小朋友与老人家相处，孩子们围绕着老人家，一会捶背，一会端茶拿饼干，祖孙同乐，洋溢着温馨感觉。真欢喜，大家按照过来就好玩，吼，我拢爱有人甲对甲伊啰，我按照欢喜。每周都一定会有一个时段是老幼共学的部分，那像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是比较先让长辈跟孩子们培养一些默契，我们借由一些团康游戏啊，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一起唱歌啊，慢慢培养一些默契，融洽的那个感觉就是还蛮好的。在这里活动多元丰富，场景一转，教室内丽华老师正在引导大家对于时间认知的加强，并且透过游戏方式让长辈找出数字。我把你的牌啊掀开，把你的牌啊安尼一张一张的掀开，啊你的手那无好掀的时阵。好，阿华示范一张，给你看，请你安尼，甲撸到边啊来，再甲掀起来。在老师的指引下，阿公阿妈拿出了指定的数字牌，从颜色、形状到数字的认别，看似简单，但对老人家来说，随着年纪增长，机能的退化，让他要动脑动手可不简单。所以，为了鼓励长辈可以多动动，老吾老基金会在托老中心内就以带筋的方式来增加阿公阿妈的主动性。可以自己倒个水，我可能就有100或200，对，那我自己可能踩一下脚踏车啊，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运动还是需要一些诱因啊，对，他会觉得说我踩10分钟然后有拿到钱跟我没有拿到钱，但是那个动力就会有一些消长。墙壁上的海报标示着自己运动就可以获得多少奖励，甚至是能够自己添饭菜也能够获得代金，而这些奖励则可以拿来换取舒服的按摩或者是日常用品，这样有趣的活动让长辈们觉得生活过得充实多了。你轻松啦，轻松呀，有给运动，一日拢有节目，你都好过啊。我们希望他们到这边能够有活动，然后还有碰到很多我们学堂的好朋友，可能够有持续的互动。那活动跟互动是我们在规划我们的日托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元素，那也希望长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真的是就是有越来越活越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除了各项活动的安排，饮食上也不马虎，
午餐时间一到，厨房就端出热腾腾的菜肴，偶尔同栋楼的老人会长辈也会一起来共餐，使得这个托老中心反而更像是一个银发交流据点。这款的那个就很好啊，对老人哦，都有一个感情联络哦，都很好的那个，要不然在淡水的睡啊，看电视啊，对，无聊啊，对啊，身体就越坏啊，那个衰老就没那么紧。你们大家很听我，我很欢喜，我来这里来到一家娘家，大家说我有家比较大苦比较大，啊，来这个厝家一个啦，啊，无聊啊，做了你啊，惊食未话，也未惊也未聊啦吼。一来这条呢，咱大家足顾我，足听我。咱的子女、子孙辈，咱若来吃，伊放心，对，伊也最放心做伊的头路，嗯。从长辈的话语里，我们得到了最真实的回应。来到托老，并非代表着没有用了，而是给自己银发生活的另一种选择。活得健康，活得快乐，托老中心的预防照顾，在老年人口居多的偏乡地区来说，尤其更被需要。记者杨邦友、赵芳琪实地采访报道。